兜里有200块钱，咱俩吃饭去。200块钱，给我狗都不吃。哎，喂，咋的了？没事儿。那啥，我兜里200块钱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你中彩票了？你看，我就想单纯请你吃个饭。你不吃我走了。哎，去去去。那啥，我不吃这个，我要吃烧烤。那你自己吃。吃吃吃吃吃。等你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钱都还给我，你再请他吃烧烤。哎。你不吃啊？你看我啥时候吃鱼丸？那你还点这个？心情不知怎么，你什么都已经不懂。你等我一下啊！啊，咋去了？你吃饭不买单呢？你看，又让你花钱。那这么的，下回我买单，我请你。你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钱还我，你再说。一次又一次，哎，我都穷成这逼样了，你为啥来跟我玩啊？因为你愿意陪我吃土豆粉。你看，没跟你扯淡，认真的。一斤江海一回客，他日云霄万里人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肯定能飞黄腾达？那我飞黄腾达以后，我第一个就娶你。滚蛋！看，怎么的呢？都有啥球啊？马上就等着了，那你加油吧。哎，魔鬼忘了情，让我